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 Rex 小豹。喜爱养龟的朋友们都知道，宠物龟本身是一种温顺憨厚的动物，它们外表靓丽，性情温顺，互动积极，又很长寿。基于以上这些优点让养龟成为了宠物圈的一大热门。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，养龟爱好者的数量是变得越来越多了，市场上可以选择的龟类品种也是越来越丰富了。虽然乌龟的传统形象一直是憨厚老实的，可其中也不乏一些不好惹的主。这些龟类小时候可能还是个乖乖娃，但是顺着个体的成长，渐渐的就会向主人展现出狰狞的面容。你要是敢忤逆他们，咬你一口也是没商量啊，真是龟圈中的白眼狼啊。老规矩，诚意时间3秒钟，就让小豹来带领大家揭开宠物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吧。一，鳄龟家族。说到宠物龟里最不好惹的主相信大家都会首先想到鳄龟。鳄龟就字面上来看就不是一个善茬。这家伙难不成是鳄鱼和龟的跨种族杂交吧？开个玩笑。鳄龟是世界最大的淡水龟之一，是现存最古老的爬行动物，有淡水动物王者之称。目前国内市场上比较多见的是大鳄龟和小鳄龟。其中小鳄龟又分为4个亚种，而在国内比较常见的是北美小鳄与佛州小鳄。经常有朋友来问我都说鳄龟凶猛，为啥我的鳄龟不凶猛呢？这个兴许是你的鳄龟还没有熟悉环境啊，体型还比较小，祖辈血液里的洪荒之力还没有苏醒吧。一般不论是大鳄龟还是小鳄龟，成年个体可以长到40到50公分，尤其是大鳄龟野外的成年个体可以达到70公分以上，简直就是怪物啊。本身食性虽然是杂食，但是普遍喜欢吃肉。是的，他们是天生的捕食者，在野外的淡水流域中，除了鳄鱼，鳄龟真的没有什么天敌，基本上属于食物链的顶端。虽然市面上人工繁育的鳄龟小时候大多温顺活泼，但是相信小豹随着它们不断的生长，血液里祖传的狩猎基因开始显现。幼时灵动可爱的它们开始变得暴躁易怒，极具攻击性。你要是作死想去逗弄它们，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鳄龟白眼狼指数5颗星，有被鳄龟咬过的朋友们赶紧扣个1。二，蛋龟家族。蛋龟是越来越流行的一大龟类。蛋龟这个名称并不是一种龟的名字，而是涉及到2个亚科4个属的龟类。这4个科属的龟类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背甲呈椭圆形，从上往下看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。久而久之喜爱它们的朋友们就给它们起了一个亲切的名字，蛋龟。都说蛋龟互动性强，水性也好，追着手指到处跑的感觉真的很惬意。但是各位小伙伴们可能不知道，蛋龟虽然外表圆鼓鼓的，幼体又是小的可怜，从头到尾一种弱不禁风惹人怜爱的样子，其实在他们幼小的躯壳里隐藏着凶悍的灵魂。小豹自己养了不少蛋龟，让人吃惊的是蛋龟居然在幼年时期就开始显现出惊人的攻击性。不论是新手入门级的麝香和剃刀，还是进阶级的白唇和红面，甚至是高端玩家喜爱的窄桥和萨鲁，都拥有一定的领地意识，性情凶猛。其中最让小豹心有余悸的还是头盔和剃刀，因为小豹被这2个小家伙给咬过，其中一次还被咬得比较惨烈，血流不止。至于其他蛋龟在幼体时期也展现出了一定的攻击性，比如小豹这里的白唇幼苗，要是你拿着它冷不丁就啄你一口。所以还未入坑蛋龟的小伙伴们可要好好斟酌一下了，你们面对的不是一群小可爱，而是一群小恶魔，可千万别被他们的举手投足间的萌货外表给欺骗了。蛋龟白眼狼指数4颗星，来来来，被蛋龟咬过的小伙伴们赶紧扣个1。三，巨猿碧壳龟。巨猿碧壳龟是半水龟，现列为动保名录2级保护物种，如果没有人工繁育许可证是不能合法饲养的。鉴于目前市场上普及度仅次于黄猿的半水龟类，它们也是不少养龟人的喜爱品种。早期的巨猿碧壳龟都是下山龟，健康状况堪忧，经常会暴毙。而随着近几年龟圈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养定个体和人工个体开始面世，虽然还无法在正规的电商平台上架，但是圈内微商市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个龟种的身影。巨猿碧壳龟养定后还是非常有趣的，互动上不亚于黄猿，只不过这个家伙的脑袋少根弦，
经常会把主人的手指当成香肠。圈内已经有不少朋友说，巨猿养定后什么玩意儿放到嘴边它都张大了嘴巴要吃啊，就跟个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，这要是一个不留神啊，还真会被它给咬上一口。由于巨猿的嘴型啊是鹰钩状，这一口咬下去啊还真是酸爽啊。巨猿白眼狼指数三颗星。四，什么情况下乌龟会咬人？其实啊，乌龟咬人不仅仅只是和龟类的品种有关，不论是什么龟类，它们毕竟是动物，就是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啊。除了鉴别品种之外，我们还要注意以下几点。一，初来乍到的新龟还未熟悉环境，有的龟还处于紧张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啊，尽量不要去逗它们，好好静养，别去打搅。二，不要总是逗弄乌龟，频繁的折腾它们就会烦躁，甚至啊会攻击你，咬你。三，发情期的乌龟会比平时具有攻击性，这阶段的乌龟啊会比较容易产生咬人的冲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里了。其实啊，不论你饲养的是温顺的品种还是暴躁的品种，养龟人都要以宽大的胸怀去接受你的宠物。在购买之前啊，充分的了解它们的习性，备好功课，这样啊才能避免发生不愉快的经历。我是小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